哎，很舒服哎，来台中一定要来这边走。第一个关卡要先骑1.5公里，我们会不会骑太慢？这真的是绿荫大道，对啊，都是树，都没有太阳。这夏天来真的不怕会晒到哎。哦，一个小拉拉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曹大哥小时候的年代就是铁马的年代。哎，你听过一首歌吗？我骑着一部单车，哈哈哈，要到路的尽头。你有听过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有记得。哎呀，你真的是老歌星哎。不是，因为我小时候就听歌了，我还是年轻的。幼如就真的没听过了。刚刚唱的是什么？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行程好像是跟着一个叔叔跟一个阿伯出来？不会，我觉得我在看我的偶像。哎呦，谢谢你哦！嗨，哎，要看饥饿游戏哦哈！啊，这两关系就……哎，啊，曹大哥嘞！曹大哥，加油！他也太慢了吧！快一点，快点！我要把他丑八怪丑死了。有了，他来了。孟哲，你那边还好吗？我这边一个人骑还好吗？我就是认真的想要过关，不像有一些人来参加录影，满脑子想着谈恋爱。谁？你在说谁？你怎么这样说曹大哥了？丑八怪，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？许孟哲，我出道几年？你出道几年了、啊？我来这边领通告没？我领多少？我跟你说，我领也没有多少钱呢。我还做那么累的事情，我干嘛？为什么不在家休息啊？为什么那边大热天在骑脚踏车？累死！我慢慢骑就好了。反正我现在换吴尊了，吴尊很烂。哎，所以刚刚现在是吴尊问题，你看。对。现在有吴尊一个人在很后面，他一个人骑还是落后。嗨，五安喽！哇哇，台中人好热情呢。但他把孟哲认成吴尊了，有点难哦。有点，我以为你要说有点像。热情归热情，但是我好像有点累了。他就是充满斗志，不服老。对。他觉得他自己一个人可以。我还以为电视上的曹大哥只是做效果，就没有想到他本人真的是这样子，好可爱哦。好久没骑脚踏车了。天哪！要骑十几公里。丑八怪丑死了。他骑车都还可以骂路人，好厉害。快点，丑八怪，快点，小心。可以吗？糟糕，要去哪里？这个平衡感要很好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会比较轻松。对，两个人骑，哇，刚刚骑的我脚好酸了。我帮你分担力量。好累哦！我不想面对，我真的不想面对，我不想面对，我真的不想面对。扎起来！我要看到人生的跑马灯。哦，下坡了。Oh, yes. 啊，放上。哇，这风景也太好了吧！哇，这应该真的要再来一次。对，我们在比赛都没有时间好好看风景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吴尊，先处理完这条上坡。你变速有没有调轻？有。有。加油！好，感谢，大家加算。啊！别搞！好累，真的好累。加油！差哥已经离开那个彩绘船嘞。有可能哦。这钱难赚的要死，丑八怪。上来了。终于。到了。加油！丑八怪，丑死还要拍，不要拍了。骗我们来啊，说很轻松啊，不累啊，累死个要死。好累，真的好累。不行，我先脱衣服，再跟你开玩笑。60秒就过了。好，你先蹲一下。现在第几关了？
东风铁桥这里玩，哎、欸，就终点了耶！哦，你现在会累吗？有可能没有。哦，这里好美哦！哎、欸，这里好漂亮哦！哦，这里好漂亮哦！这里好漂亮，这里已经不是绿色走廊，这里是黄金隧道。现在刚好秋天，好像日本哦，好漂亮哦。好浪漫哦！原本这里是东市车站，你看它那个车站的牌子跟月台还留着。哎呦，很有文艺气息的感觉。终点吗？好，我们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终点哎。你拍什么拍啊？丑八怪丑死了！现在这样子有什么好拍的？